从跟你一样的小小的在中国长大。是的，所以我就跟你一样，我会说中文呢。那马上我们就要去兰州的一个夜市逛一逛啊，吃点烧烤。那我就把你们带走吧。现在来到这个中站桥，这个桥呢已经有100年了，它是第一个桥跨过黄河的。这个桥的一个比较浪漫的点就是它就是一个步行桥，所以上面就没有车，也没有自行车，没有电动车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是人。然后也就看到好多人来这里拍照啊，好多情侣啊，我就是一个人就来到这里，然后就是哇，默默的去看黄河。这一条街除了有一些常见的美食街的吃的以外，在这里能买到现做的薯片、羊肉烧烤、馕，各种美食。还能看到有人围着坐吃，靠近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大大的盘子，直接从上面吃。我还认识了这一位小朋友拉尼亚。拉尼亚的爷爷奶奶告诉我，拉尼亚一开始以为我是他妈妈，因为他妈妈也是跟我一样的眼睛，差不多一样的发色。你要对这个相机说什么呀？没有呀。但是呢，兰尼亚没见过自己的妈妈，只见过照片，一直跟爸爸、爷爷、奶奶长大的。你打去啊 ？Hello， 我长大了。Hello， 看我们两个的耳环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哇哦！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小兰尼亚。小兰尼亚。兰尼亚。兰雅是吧？我说对了吗？兰雅，兰雅，哦，我的名字叫做 Alisa。Alisa。哎呀，当然我好害羞哎。Alisa。对呀，你猜我是哪里来的？你觉得我是来自哪里？你觉得我是来自这边的吗？你觉得我是兰州人吗？兰州人。不是吗？我可以告诉你我来自哪里，想知道吗？想知道。我来自美国。哎，给阿姨说。但是我一直在中国，我从跟你一样的小小的在中国长大。邓嘎巴。是的。所以我就跟你一样，我会说中文呢。对呀，这个是妈妈爸爸吗？不是，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哦。那个绿的叶子是什么呀？绿色的是茶叶。再次探索这个线路。下一站，下河县。在网上看到这一句话，下河县是距离内地最近且藏族文化保留最为传统的迷人藏区。一到下河县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跟大陆大部分的其他的区域很不一样。
Ta demo ngi nyang chanse do ma zakon re nga yo jang re nga ti tena ta lo lo chi chi la zakor ta skra. 这里的人好热情呀，走在街上被小朋友们拉到跟他们一起玩游戏，还好这些游戏我都会了，保留一个孩子的心态。我在这里认识的小朋友都是特别的热情，特别的友好，很热情的打招呼 Hello, Hi, 你好，然后他们就问你们是从哪里来呀，就特别的有礼貌，特别的懂事。这么猛的天气下雨人还会出来跳广场舞，会圆形的去跳舞，而不是一排一排一排，在广州的时候都是一排一排一排去跳。有没有发现这里的床是双层的耶，双层的床，我好奇这个是为了里面包暖一点，还是今天特别的冷，然后我刚醒来的时候只觉得我要被冻死了，但是现在已经要赶到下一个地方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把行李收拾了就走了。